今天吃红油凉皮儿。每当我不想做饭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就是这凉皮儿。它本身就是这种鲜的，你打开袋子，调料放里边直接拌就行了，料包也都是自带的，咱们可以往里边放点小黄瓜、胡萝卜，根据自己的喜好。天热可太适合吃这个。特别香。这个红油不会很辣，是那种油泼辣子的香。